您是不是在某个空间内跟王昭君有一个交流？每当排练到深夜，最后的音符已经结束了，我会突然之间某一个会看到王昭君，看到王昭君披着他的斗篷来到了我身边。我和方文山和周杰伦还合作了一首歌，方老师跟我讲，他说看到我的舞台表演的时候，似乎就看到了我的前世今生。唱新贵妃醉酒吧，我看着你醉，把最热的掌声送给林老师。你们开路吧，要不因为我也知道躲不过去，躲不过去，因为还很久。